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本来想在外边录视频的，但是呢，外边已经下雨了，我只好在室内。这里的光线看起来好吗？其实好几天以前我就想拍视频了，只是最近的状态特别的差，因为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而且都是很糟糕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每天哭，然后眼睛特别的肿，就是每天白天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肿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多糟糕呢？就是那种法制节目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家里，而且好可怕，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感觉要回到解放前了。而且直到现在我妈还在住院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子的。反思自己，凡得知这个情况，就是既生气也觉得无奈。有的男生真的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类型，就是必须要把他逼到绝路时候他才有悔改，要不然就是一遍一遍伤害爱你的人。刚才忘了说一句，各位女生朋友们一定要做到嘴甜心狠，就是千万不要给伤害你的人第二次机会，让他再去伤害你。一定要记住，嘴甜心狠，嘴里就平时说一些漂亮话没有关系，但是心一定要狠。就这样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视频呢还是要拍下去的，因为拍视频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快乐，而且拍完剪辑完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但是呢，过一段时间看之前拍的视频就会觉得什么玩意儿，当时这种视频也敢上传，不过呢我也不会去删，就当自己的成长记录了。先来跟你们说说我这个衣服吧，这是我第一次买的优衣库卫衣，它还真的挺舒服的呢。原价是29.9美金，现在呢是打五折吧，14.9。不过呢号不全了，只有特别大的号，我就买了 XL 的。它这个穿起来呢是有一点大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落肩还挺好看的。这么大的号肯定呢是可以盖住屁股的，可以穿成那种很韩范儿的夏衣失踪的穿法。我穿了一条黑白色相间的条纹袜子，搭配上一双踝靴，看起来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呢？对了，靴子里边呢我还心机的垫了内增高呢。刚才去拿了一下包裹，这是我黑五买的指甲油，打完折才2块多，包装还挺漂亮的，里边还是一个这种黄色的纸，而且我还给自己写了个那个礼品卡。
哇，好漂亮的盒子，是一个黄色的小盒，好漂亮，还打了蝴蝶结，这个纸也是黄，这个当个背景纸也挺好看的，是这个牌子的，它里边内衬都是黄色的。这个是我给自己写的礼品卡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吧。当当当当，其实当时我本来想写中文的，但是它不支持，所以只能写英文，而且它是免费的，我想不写白不写，我就写了一张给自己看也挺好的，就是这样子打印出来的一个小纸。现在来看看指甲油本尊吧，把它撕开，这好像撕不开，这是粘上的。这个蝴蝶结我觉得绑头发应该也不错，它是松紧的，里边其实就一小瓶指甲油。我买的什么颜色，当时颜色也不太全，买的一个我已经忘了什么颜色，这边还是粘着的，我用剪子剪一下。瓶子是不是很漂亮呢？是一个紫色的指甲油，一会儿来涂涂试试看吧。现在开始涂指甲油，涂指甲油之前呢，我先会把这个边上刮一下，这样子涂指甲油会更加的持久，要不然这种边上很容易就翘边了。我还会磨一磨指甲，磨一磨指甲会增大摩擦力，也会让指甲油更加的持久，不过对于我来说指甲油都蛮容易掉的。我已经涂了两只手指头，它就完全是那种葡萄酒的颜色。上周日12月1号那天，好莱坞那边举办了庆祝圣诞节的游行，它的普通的那种站票是免费的。我现在在跟优衣库的客服聊天，我2个月前在优衣库买的衣服选的是店里取，我一直都没有去领，因为他也没有通知我去领，后来我的衣服不太想要，我想就算了不去领了，然后呢他到现在都没有给我退款。我跟 PayPal 联系，然后 PayPal 告诉我说那边就是说订单已经寄到店里了，然后就不给我退钱。我又去店里问，店里说已经寄到仓库了。然后呢这一天我又想用 PayPal 继续跟他联系，发现 PayPal 根本联系不成功。但是 PayPal 网上的那个功能呢，它的那端，它的服务器那端有问题，就是不能提交 case。 然后呢我就开始跟优衣库的客服联系，发邮件跟优衣库的客服联系呢，他居然回复了一条那种 FAQ 的邮件，就根本不是那种很有针对性的邮件。然后我发现优衣库的网站是有在线客服的，但是呢它的在线客服好忙啊，一整天的那个在线客服那个按钮都是灰色的，就是没有人服务。然后我等了一天，差不多等到晚上的时候才用上，就跟他说明情况，他居然说那个订单没有在仓库里，反正就是各种踢皮球，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指甲油我已经大概涂好了，不过已经涂到边上去了。继续来说12月1号那天，如果你要是坐主席台呢是要票的，大概呢是35到80多美金不等，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你随便站都没有关系。那天本来是说6点开始，然后让主席台的观众呢是5点来的，先让他们溜溜场，然后活跃一下气氛。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在等，本来以为6点就开始游行，其实呢6点的时候一直在主席台前表演了1个小时，直到7点的时候才开始。好莱坞这边呢主要是各种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基地，所以有很多这种拍摄的道具，比如车呀服饰什么的。这个表演主要呢就是这种车的游行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道具服装什么的，当然不是当时电影明星那种本人来了，就是随便的群演吧，效果呢还不错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
起走。These wings have yet to unfold.